起因风又到了，每个礼拜一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欢迎第一棒装可爱杨浩如。怎么这样可爱？受折磨的女孩。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呢分享的一个是有关教育的故事啊。我们是鬼故事哎 ，Hello。没有，就是我们爸妈就是要关心孩子，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们碰到什么事，我们都 catch 不到。就是我朋友呢，他有一个小孩，从小就很优秀，他女儿从小就天资聪颖，都考那种资优班。尤其是他在哪里，他在国中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些生物学非常有兴趣，因为他就很喜欢研究人类骨头，然后要喜欢看那种标本。但是呢，他女儿一路这么优秀，一直到高二的时候，那一年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高二那一年呢，他女儿突然本来是很开朗的，就是又会玩又会念书这种，他突然会变得很沉默，就是回家就关门。那你知道家人当然有时候就是会经过偷听一下啦或什么，他们就发觉房间里面都会有这种稀稀疏疏的声音。他妈妈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有一次呢，他妈妈就趁他女儿去上学的时候，借着就是打扫房间啊、折折被子啊，这个妈妈就进女儿的房间看一下，他就发觉呢，他每天听到他女儿房间里面那种那种声音呢，是他女儿桌上的书本全部用那个美工刀刀片全部用这样子割，每一本都这样子切。然后呢，墙壁，他女儿的墙壁已经很多地方都被他用那个刀片这样子，这样子一直刮，然后感觉上那个油漆有些是用手这样子抠下来的那种痕迹。桌边旁边有一个小盒子，小盒子里面装了很多这个肉丝，然后一些带血的骨头。那妈妈看了一下，其实大概就是人家那种炸鸡店在卖的那种还没有炸过的那种生鸡腿，只是他女儿就是又用刀片把它切丝切肉。然后桌上他自己女儿也买了各式各类什么人体啦或是动物啊什么骨头模型都放在书桌前面，所以他妈妈其实觉得有点怪，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怪。然后好啦，过了几天呢，他女儿呢开始房间里面出现的不是叽的声音，他会听到他女儿在房间里面讲话。那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女儿，就是独生女，那这个女儿就在房间里面，他就是去听他女儿，就是会说，你别管我啦，你不要靠近我啦，就是这种吼。然后有时候就会说，那就该你死啊，不然就你死就是我死，就是不知道在跟谁吵架还是讲这种话。过了几天以后，他妈妈又是趁他女儿去上学的时候呢，就进到他的房间看。那这一次看到的呢，已经不是书被切割、墙壁剥落的这个景象了。这一次呢，他看到的是呢，他女儿把他房间里面呢所有的模型头全部都切下来，每个头呢，譬如说人体的大的骷髅头、牛、马、羊啊，或是一些小婴儿模型的头，全部切下来，由大到小，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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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好排在桌上，每一张骨头下面都压了一张纸条，写已死亡。已死亡，每一个骨头下面都这样子，这件事情就是有点不对劲。那每次想要跟他女儿谈，他女儿都说我要念书啊，我压力很大，你不要管我，我在学的东西你又不懂。那最后呢，压垮最后的一根这件事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是有一天我朋友他就在家里接到了学校打电话来，然后他就说，哎，不好意思，妈妈就是请你要赶快来学校一趟，因为你女儿送医院了。然后我朋友赶快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女儿就是在急救当中，所以那时候呢是教务主任、班导师还有校长跟他妈妈说，你的女儿为什么会送在医院呢？是因为她今天呢在午休时间，她趁全班在午休的时候呢，她就拿着刀片，然后去她的这个座位同学旁边，那大家都在午休都趴着嘛，然后就有一个女孩子，她就是觉得脖子很痒，然后好像有蚊子在叮这样子，哎，那怎么抓一抓以后，怎么看了一下有血，然后痛痛，才发觉痛痛的。他这个同学抬头一看，他说看到你女儿拿着刀片在割他脖子，就是这样的往下割。这个女同学当然是叫啊，就啊你在干什么东西，老师当然是叫嘛。他说但是这个女同学一叫了之后呢，
他说你女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刀片丢下来就往窗户外面跳下去。然后呢，那女儿当然住医院，后来移到病房去，那他们家就是决定说派爸爸陪女儿睡觉。那在住院的那个当天呢，爸爸在晚上，爸爸又惊醒了，因为女儿呢晚上半夜睡到一半突然又坐起来大吼大叫，就说我就杀死你们，你们杀不掉我，我就杀死你。他说不要过来。然后他就看到他女儿眼睛是整个往上掉的，就整个就是呈现翻白眼，明明在面前的就是女儿，但是整个脸看上去瞬间变得男男女女，变了好多人。他女儿的声音也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下子哭，然后一下子很凶，一下子很怕被杀，然后一下子又说要杀人这样子。然后他爸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医生护士都判定他女儿可能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要考试要联考或什么，或者是学习太优秀或者什么，就是精神异常，就是有点压力太大。但他们女儿好了之后呢，出院第一件事情呢，他爸爸就先把他女儿带进那个认识的老师的一个宫庙里面。那这个老师呢一看呢，老师就跟我这个朋友讲说，就说你的女儿哦，是好几世累世，她每一世他都聪明绝顶，包括他现在，但是呢，他的前几世，他的聪明都没有用在对的地方。他的聪明呢，要不然就是去当了将军，打打杀杀了，当然有杀掉敌人，当然有不免的滥杀无辜，老弱妇孺都杀，那也帮呢高官呢处理掉了很多无辜的人这样子。那其实这一世呢，当然也赋予他这样子一个聪明才智，但是当然希望这个女生她就是可以好好的用在对的地方。但是没想到呢，你女儿还是这么爱骨骼啦、解剖啦，这种喜欢看血腥的东西，学这种东西。所以你女儿本来在国中以前聪明都没问题，班上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一旦接触到生物学，你女儿开始喜欢的这些血腥，靠近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冤灵啦，就冤灵债主啊，就趁势，他又接近这些东西，就全部一次就找上来了，要他命，要他还嘛，这样子。那爸爸就很担心说，那现在怎么办？我女儿总不可能一辈子就变得这样子疯疯癫癫的。然后那个这个公主，这个庙主是说可以解决啦，但是这个代价比较大一点。你可不可以答应，请你女儿就答应，现在当着全部冤亲债主的面前，就是只有一个解决方式，就是此生这辈子都吃素，用吃素来还这样子。然后他女儿就当场就是在爸妈、我朋友的还有这个庙主的见证下，她就是许愿，就是诚心的很说，我就这一辈子我就开始吃素，那希望能够还我前几世做不对的事情，还那我希望我这辈子我的聪明也可以用在正确的地方。我虽然喜欢解剖，喜欢骨骼，但是我可以用在很正向的地方。他女儿从高二开始一直吃素到现在，已经当急诊室医生了，都还是吃素。但是从那一次之后就痊愈了，不药而愈。我们恭喜他。累世的终于在这一世了结。对，因为这种冤亲债主或者是累世的东西，真的是很难解决，因为这一次已经忘记了。对呀，谁知道以前发生什么事？真的。好，来，请坐。好。我今天分享的呢，这个 A 先生的故事呢，这个 A 先生他是一个建设公司的老板。那这个故事呢，是发生他在前一阵他在盖的一个工地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是都跟，就是把旧房子拆掉，然后再盖新的房子嘛，在这盖房子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白天好像都还好，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每一次呢，这个晚上过了11点，这个巡班的工人去巡完之后，他明明就已经巡一圈都没有人了，准备要回到他的小房间的时候，就听到后面就砰很大一声，从楼上就掉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木板。那天又没有风，又不会有地震，你说那个大木板怎么可能会从楼上掉下来？那一定是有人丢的嘛。马上手电筒就去照，然后他又去寻，就每一楼去看完，都没有人。第一天这样，第二天呢，白天工人在做工的时候，突然就会有哪一个螺丝突然掉下来，过一会儿那一边的钢架就唰就散到一地上去这样。他就觉得昨天是不是有人进来偷了那个螺丝还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当然也跟这个老板报告说这几天到底有发生什么事情。那老板也想说，
这个会不会工地有人来捣蛋呐？哈，因为这都跟的房子，一定可能有人意见不合或者什么之类的，哈，就想说，那不然就多派几个晚上的警卫，就多派几个人好了。三个警卫这个晚上呢，也都觉得明明就没有人了，可是一定会有东西掉下来啊，或者是哪里又出了什么状况啊，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也是都没有人在工地，那突然就会有一区的那个钢阴架会倒啦，这样子。那这三个警卫也觉得很奇怪，慢慢呢就会传出来说，是不是工地有鬼啊？有一天这三个警卫一起请辞，都说他不要干了，那是就会传到老板这边，想这工地是不是真的有鬼啊？不然三个人为什么要一起请辞？那老板为了息事宁人，也不想再问了，就派了三个新的来。哎，这三个新的也是发现，每次也是说，只要到十一点过后，到一点之间这一个时段，好，那就闹得很凶啊。他们呢也开始看到，哎，好像有人影走动，然后他们去找，怎么样也是找不到人。这个三个呢也做不久，也就不做了。但是后来呢，干脆这个老板就说，那不然这样子，晚上都不要请人了，都不要请人了。都不要有人看，因为他想说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哎，不请人好像就安静了，反而就没有事了。终于这个房子完成了，都没有发生什么状况，那就要开始，因为虽然是都更的房子，有一批是已经是要分给原住户的嘛，那还是有很多新的是要卖的。这房子好像这个公开卖的过程就不是很顺利，甚至于到这个有的时候比较晚一点啊，五六点的时候啊，就会看到是不是哪一个人来看房子的人的小孩在那个里面这样乱跑啊，乱跑，不只是在这个样品屋里面跑，有时候还跑到外面去，很大声，到九点十点怎么还有小孩在跑？然后或者是这个销售人员在这个销售中心就会听到老人的咳嗽声，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里面其实除了销售人员之外，根本就没有别人，因为房子也卖不好。其实他们那个是非常精华的地段，那房子卖不掉，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就觉得说怎么可能？那这样子就来办一个，假装是什么落成的庆典，就庆祝落成了哈。假这个名义，其实他们想要超度，还是要什么做法事？做法事就让这边平安，这样就找到一个说很厉害的。茅山的道士，哎呀，就是对，就是可以来把这边清静的啦，让这个社区能够安静啊，也好卖这样。那一场法事，这位道士开价60万，那个道士也来说，你们这边有一个老人跟两个小孩，好在这边跑，所以他们呢一直留在现场哈，所以你们这个绝对如果不把他们处理掉，你们绝对房子卖不掉了，你们这也不会安宁了。所以老板也想说，那就赶快现在处理，就借着办一个这个庆祝的仪式，就一起把这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个法事给做了。虽然真的就很安静，也没有再看到这个小孩奔跑的影子，也没有再听到老人咳嗽的声音，而且房子也开始慢慢陆续卖出一些，就生意又变得比较好了。可是过了三个月之后，怎么这房子又开始卖不动了？那当这个房子卖不动，也没有人来看房子之后，这个销售中心又变得比较安静了。比较安静了之后，就又看到小孩在跑了，啊，又开始听到这个在茶水间还是在厕所，又开始听到老人咳嗽。老板说钱都花了，怎么会没有效果呢？那不然再去请那个道士回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就跑去找这个道士。道士的家人说，道士已经往生了。是什么样的恐怖诅咒，就连道士也无法抵挡呢？在茶水间还是在厕所，又开始听到老人咳嗽。老板说钱都花了，怎么会没有效果呢？那不然再去请那个道士回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就跑去找这个道士。道士的家人说，道士已经往生了啊，三个月。为什么60万？说他好像心脏病，好突发，就类似心肌梗塞这样就走了。那不是说那他走了怎么办？那我们这个事情就变成你又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处理了。好，那后来呢，好，他们就辗转又找到妈祖娘娘这边。那妈祖娘娘那个老师就来，他来的现这个机身就到现场去帮他看看这个工地，看完以后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这边有一个老人跟两个小孩，好，那讲的就跟那个道士讲的一样。原来这个老人跟这两个小孩是这一块社区里面的，等于说最后的那个钉子户，他们不愿意搬走，因为老人很老了，他带着两个孙子。租房子他也没有能力，这段盖房子的过程他要怎么去照顾这两个小孩，对老人来说他觉得都是很大的压力，所以他没有想要搬走。但是因为建商要都跟这块地就差这一户，他们通常都会找一个你知道另外的公司来处理这个问题嘛，中间就算公关公司好了，这个公关公司可能就用了非常手段，比如说放了一把火，就把这个，所以他们这块地上面曾经发生了一个火灾，就把那一夜之间老人跟小孩的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好，所以后来这个块地就过了几个月，等于这个事都平息了以后，就开始动土，就开始动土，就开始盖了。所以妈祖娘就说，这个老人跟这两个小孩，他一直留在这里，他不会走，因为他们的，他就是觉得这就是他的家，他就是只能活在这里，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哦，所以呢，那再加上用这种非常手段把他们赶走，他们是会生气的。好，那他们因为很带有很深的怨念，所以他们到阎罗王那边去告状，他拿了黑令旗回来要报仇，但是那个道士却要把他赶走。所以他拿了黑令旗，道士是没不应该用把他赶走，不能用强硬的方式去驱赶他，可是道士用了这个方法，最后也让他有不好的结果。那现在他们怎么办呢？这个要怎么处理？他们也很害怕。工地的老板说，我也不知道说这个公关公司用这个方法处理了这个钉子户，那也不是他的问题，他也不想这样子处理了，他的意思。妈祖娘就说，好，那就要跟这个老人跟小孩和谈和解了，等于说你要怎么去安慰他们，那你要给他们什么样的承诺，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而且他拿令旗回来的，那就说好，就在这一片社区里面帮他盖一个小庙，要选哪一个角落帮他盖一个小庙，就像观音宫庙那样，把他们放在那里，等于他永远还是可以住，对对对，他也有这个房子可以住，但是就另外那一区。好，用这种方式就把这个事情，就把那个老人跟小孩请到那个小庙里面去，这个事情才算摆平了，好，大家就平安，房子也很好卖。那我们这个老板来问这个问妈祖娘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旁边听嘛，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说那老师为什么这个他拿了黑令旗回来报仇的，他为什么不去报仇，他应该去找放火烧他的那个人啊，怎么会来闹这个工地呢，对不对？妈祖娘说，其实好，其实呢每个人都有运势的高低，不是每个人回来报仇他都可以立刻找你报仇的，如果你现在运很气很旺，运势正在强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靠近你的，所以这个老人跟小孩他要等待机会去报仇，那他等待机会的时候，他只能留在这一块他原来住的地方上等，等到你气弱的时候他才能靠近你去报仇。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在你运气弱的时候冤亲债主，这些其实都是冤亲债主，好，这些冤亲债主才会靠近你去，让你一次受到很大的伤害。反正你做坏事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都会查回来的，线都连着。对对对，马上欢迎丹书义。看见死去的样子。我听我的时阵哦，听我伫家己有伫做工，伫家己做工课，做年做差不多两年时间。然后迄阵伫家己熟悉是对兄弟啊，因两个兄弟啊有一共款的，共款是兴趣。两个兄弟啊拢爱足爱钓鱼。哦，钓鱼啊。但只要一到拜六就小休困啊，工课迄阵就得小招，小招去家己的迄个蓝潭去啊钓鱼。佮到一个拜六下两个兄弟啊佮小招，要用过来去钓鱼啊吼。今仔好天，用来钓鱼。啊，结果迄、那个。小弟就先到现场，就开车，因无通所在，可能家开车，开到因迄个所在，因车因小弟车停咧，冰箱拍咧，吊柜拍咧，远看，叫啊，阮阿兄就甲我讲，伊个囡仔较晚开，较来，有代志靠才来。那两块椅啊，已经有一个人坐伫遐咯。伫你心内想讲要叫因阿兄的名，要叫啊！用啊，手个撑，行到要已经要挖，手个撑起，拄要叫出来时，迄个人头歪起来，
我开始一个面已经一半已经无肉，干那从骨头了。嗯。干那连皮啊嘛无去了，就是啊，而且佫就是反正就是唔是人啦，迄个反正都唔是人啦。惊啊！是你手里惊着安尼啊喂，惊着哇！佮走上去车顶，车发来发来，咳袂声发。我哋用要紧，我话紧啊，唔能紧啊，唔对，无对档咧，紧啊，卖，紧啊，卖掉，就要靠，都要靠伊那兄，讲惊伊就卖哦。结果我伊那兄开车到了，伊那兄讲，哎，林兄，惊，哦，啊你唔是讲你要较早来，那样，那嘛操，你还搁伫车顶，还袂落车，你小弟较故意嘛，看伊那兄在安尼讲。伊说要讲都讲不出来，拄只这情形都讲不出来。他弟弟就默默的就想说，好吧，不要打，不要扫兴啊，不要，就是看他哥哥兴致勃勃，一直想要钓鱼啊，那就半推半就就走，就坐着开始钓。然后很奇怪，那天哇，平常就可能偶尔一个小时钓个两只，这样子，哇，那天钓况特别好，特别好，但是特别好是跟他。伊那兄他哥哥的钓况特别好，虽然他们两个坐在隔壁而已哦，也下去也是在同一个地方嘛。他哥哥就奇怪，他运气就很好，钓况很好，哇，就一直钓到鱼，一直拉，而且他哥钓到的鱼都特别大只。可是他弟弟就一直在想，他们晚上刚到他自己先到的时候那一幕，他就不由自主就觉得。好像越来全身就发冷了，就坐不住了，就跟他哥哥说：“哎呀，我看吼，有了够了，今仔你嘛跳下水了，不然卡早回来啦，开始咧起雾了。”结果他哥哥气啊，我无啊，你要回来，你改先回来。平常难得说哦，钓况这么好，今天而且哦，钓到鱼都这么大只，你要回去你自己回去，我不回去。啊，结果他弟弟他自己就先回去了，然后隔天一大早天亮。弟弟就接到电话了，他大嫂打来的。阿林阿兄啊，恁昨去钓鱼，啊恁今嘛在钓哦？恁是钓啊几点？恁之前钓拢唔捌啊换，叫什么天光了未转来？他弟弟就说：无啊，阿嫂，我半暝我就先转来咯，我嘛叫阿兄较早转来，我足早转来，阿姨也未转去哦。结果他弟弟就载着他大嫂去到。蓝潭去到那个现场，他哥哥车子还在，钓具也在，就是没有看到人，就只好去报案啊。然后报案，警察说，这个要24小时以后才可以受理你这种失踪案件，就还是整天都找不到人。然后又过了隔天，又过了一天了，他大嫂就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有民众有打掉去警察局报案，有在蓝潭那边。就是有找到一具浮尸，然后他大嫂去看，就确定是他的先生，然后就赶快打给他弟弟，恁阿兄讲找到了，我嘛认得，什么人伫殡仪馆啊，无你来看嘛，来到三江啦，然后他弟弟就接到电话就赶快去，然后就冰柜打开看到他哥哥的时候，他弟就啊那就跟他看到那张脸一样，一半的脸是。只剩下骨头，而且看就知道，好像是应该是被鱼吃掉了。那个肉都被鱼吃掉，就吃的大概一半的脸，全部都被肉都被鱼吃掉。然后叫一个先生去人那边招魂，然后招魂，招，就其实也不是很顺利，一直都招不到。然后招了很久，用了那个法师用了很多方法，然后回来以后，在整个事情办完，那个弟弟才问，私底下偷偷问法师啦，说：“我。”其实那天发生事情之前，他已经有看到那种情形，然后那个法师也是跟他讲：“这你那兄命中注定，因为其实那个是有拿黑利息来报仇，来报仇的，而且应该是那些鱼啦，鱼报仇。所以他们到现场时候有没有，就是那不是钓很多鱼吗？对啊。啊，后来我才联想到，蓝潭不是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鱼霸后家吗？”就是蓝潭啊！哦，就蓝潭啊！对，上次电视有报道那个有鱼啊，后家现在鱼就多钱，然后再回家再煮的，就那条鱼超乎异常的大，然后回家煮好再吃的时候，那个鱼的身上就显出现些阿伯卫兵说，鱼吧后家不？那个这么大鱼的鱼精，
对啊。哦，来，最后，爱叮当，来，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恐怖的，亮灯，一二三。好，他们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听不懂闽南语哈。很努力，对对对，我特别来分咱的迄个工作内容足烦恼的，特别。没，我拢听。我若讲，不是你听，但是我讲了要拍字幕足害怕。拍足久的。我来倒茶缸。哦，嘉泽，李大文好，今天谁来投稿呢？着急。哎，着急。嗨，请坐。今天投稿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朋友他跟他同事啊一起约去，就是我朋友家附近的那个景点，要就是看夜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朋友先到了，他同事一直都没到。我朋友啊就想说是不是他同事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拍这个照片，就是拍这边的照片给他看，就给他同事看，这样就说在这边，然后你叫他找一下。后来他就是继续等他同事这样，他就等到一半的时候，然后他就突然耳鸣，然后后来过没多久之后，就是突然吹来一个就是很冷的那种风，就是很像那种你半夜在山上才会就是吹到的那种风。然后他就想说哦很冷，他就要把窗户关起来，就发现就是窗户都没有开，全部都是关着的。然后结果他就也想说算了，别想太多。就后来他的就是车子的右前方就是有出现很奇怪的声音，然后就他就是越想越不对劲，然后他就把刚刚就是他传给他同事的照片拿出来看，就是这个，他就发现他右上方有一个就是很像烟雾堆起来的骷髅头的形状。后来他同事也到了，然后他们就下车，然后就过没多久之后，那个烟雾就突然变很浓，就是很像被丢烟雾弹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觉得太奇怪了，他们就赶快离开那里。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各自回家之后，过没两天，然后我朋友他就是突然发高烧，然后感冒，然后就是还瘦八公斤，就莫名其妙瘦八公斤，然后就吃药什么都没有用，看医生也没有用。然后后来就是他同事就是叫他去那个大庙走一走，然后用那个艾草就是洗澡这样，就会就有比较好。然后就是想要请问老师说，就是他我朋友拍到这个照片，到底是就是是不是真的对他有影响？我们在这种郊外很正常，但是你朋友拍到的这一张，我不知道他有大家有没有看出来，他有一点像骷髅头，他有点像骷髅头，但你朋友其实那个时候不应该开这张照片啊？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应该往他的副驾驶座拍，哎呦，才会有东西。哇塞！因为这张照片给我的那个指向性其实不大，但是它又有微微的让我有一点磁场存在的那种感应。所以就你刚刚的叙述里面，你朋友说他在静止的状况下他是有耳鸣，然后他突然觉得车子里面有冷风。我觉得那应该不叫冷风，那应该叫做人在跟他吹风。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一般我们在鬼故事里面或者经验里面常常会遇到，就是说我突然经过一个地方鸡皮疙瘩，会冷，或者是头晕，就知道啊这边不太对。对，但是有一些体质他的耳朵听力特别好，他就会接收到耳鸣。上山下山那种耳鸣压差不算，就是你在静止状况下你的耳鸣就代表另外一个空间的朋友正在跟你说话。故事里面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况了，比如说很奇怪有怪声音，又耳鸣又怎么样又大雾。其实我都建议观众朋友，你应该下山之后隔天的第一个动作就去拜拜，它其实就是一个磁场的充电站。因为我们电池被耗落，你去充个电，你就可以跳过什么感冒啦、看医生不会好啦，然后吃了好几天药不会好，然后到最后绕一圈，你还是净化过后，你的病情才会慢慢恢复。对对，了解吗？了解。好，请坐。来，欢迎玉兔。盒子的秘密。今天要分享一个故事，大概是在3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去那个
美国西岸玩，就是 L A 那边。好有钱哦！没有啦，买个联航就可以去了啦。然后那时候事情发生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十二月份。然后其实大部分人最喜欢就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玩交换礼物的游戏。那除了我们华人之外，就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墨西哥人或白人，我们就一起齐聚在一个朋友家。等到我抽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兴奋的，因为就是毕竟是就是不同国家的人。那时候抽到的是一个这样小小的盒子，然后我就很开心把它打开。打开之后，我就看到它是一个皮质的木盒，我想说哎很漂亮。然后你再仔细看它的那个皮质上面是有一点点纹路的，我想说那应该是真皮的吧。我想说那里面可能会是比如说笔啊或者饰品之类的。然后一打开之后，我就看到一个是木质的娃娃。躺在那个木盒里面，他没有穿任何衣服，比较特别是他的头发是真的的毛发去做，他其实看起来就很像是裸体的芭比娃娃这样。有个白人说：“嘿，这是我送的。”然后他说他有次就去秘鲁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去一个逛一个古董的市集，然后他就问那个商家，那商家说：“哦，其实在。”秘鲁有个百年的历史，是很久之前的，就是当你的亲人过世之后呢，你就可以剪他的头发，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像一个木质的娃娃。用已故亲人头发做成的娃娃，这么邪门的礼物，后续还会发生什么事呢？特别是他的头发是真的的毛发去做，他其实看起来就很像是裸体的芭比娃娃这样。有个白人说：“嘿，这是我送的。”然后他说他有次就去秘鲁玩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去一个逛一个古董的市集，然后他就问那个商家，那商家说：“哦，其实在。”秘鲁有个百年的历史，是很久之前的，就是当你的亲人过世之后呢，你就可以剪他的头发，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像一个木质的娃娃。然后其实他做这个的含义是，第一个他就是尊重死者，然后再第二是拥有他的人可以获得祝福，以及你会得到幸运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希望就是你会喜欢这样子。其实我当下拿到那个，我觉得很毛，但是想说他也很热情，说啊送给你这样子，我想说哦 OK， 那我就拿了。然后我们整个 party 结束之后，我就回家。然后我一回家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头很晕，我会觉得好像很窄，我快不能呼吸了。我想说可能是因为刚刚我们就是可能喝了点香槟，然后人很不舒服。然后我想说，那算我先去洗澡，所以我就随手把这个盒子放在我电视旁边的书柜。我就进去洗澡了，然后在洗澡的时候，我一直听到客厅有那种踏踏踏踏，就是有人走路的那个声音。那走路的声音不像是一般的成人这样走，是很像小孩子在啪啪啪啪在跑的声音。然后我想说，哎，是我的室友嘛？但我记得我室友跟我讲说，他今天要就是去东岸玩，要过两三天才回来。我想说，哎，是东西没有拿，还是可能取消了那个计划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就说，哎，打印打印这样子都没有人回我，然后我就继续洗澡。就洗一洗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人在我的耳边这样吹气。然后因为我在洗头，所以我瞬间吓到。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想说，是空调吗？就是空调是在上面，就是我很能明确感觉到是它从这边这样吹过来。然后我想说，算了，可能就真的我喝太多。想说算了，我就洗完澡之后呢，我就坐在客厅，然后我打开我的手机之后呢，我就开始滑照片。正常来讲，说你参加一个 party， 大家一定会拿着就自己喜欢的礼物、收到礼物拍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很确定的是，我拿到的是一个木头娃娃。然后我一放大看我自己的时候，我这样拿着那木头娃娃，我的盒子是打开的嘛，然后那个娃娃是对着镜头。正常还是对着镜头，但是我看到那张照片的那个娃娃样子，他是这样看着我，然后我就心里想说，不对啊，因为我拿到的是一个木质的娃娃，它不是有关节的，因为我对着那个电视机，我就直接看旁边的书柜，我就看那个盒子，然后我就把那盒子一拿起来的时候，我反而没有那么害怕，我觉得那盒子好漂亮，然后我一开始看到它是就是黑棕色的。然后我就摸它，那个纹路越来越明显。
然后慢慢的盒子就变成从黑棕色变成咖啡色，到最后我觉得它看起来像皮肤的小麦色，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怕，我就一直看着它这样子，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确定盒子里面的娃娃是怎么样子，一打开来，那个娃娃是它的脖子是它是木头，它没有办法动，它是这样子就躺在里面，但是我觉得那个娃娃很漂亮，栩栩如生，我觉得那眼睛感觉会动，然后我就看得很着迷，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好漂亮哦，然后就突然我就耳边突然就有一个笑声，这样子，我吓坏，我赶快把盒子关起来，我心想说，我真的确定我听到了这个声音，我真的太害怕，因为我等于说一个人又在异乡。我就传讯跟我讲说，跟朋友讲说，拜托我说我换到一个我觉得很可怕的礼物，但是我觉得他今天绝对不能跟我一起过夜或待在我家。就有一个朋友是印第安人，然后他们小镇里面有一个是巫师，所以我们就是开了大概4个小时、5个小时的车，我们去找了那个巫师帮忙。然后我就拿来他说，我刚刚讲说。就是我抽到礼物，然后他们就说是秘鲁的一个祝福的这样子，然后那个巫师就说，对，这个东西是从大体剪下来的头发，然后那个盒子呢是皮质的，就是人皮质的，但是呢，它不是一般的亲人去世，它是一个夭折的小女孩，所以他说我可能因为。就是它不是一个正统祝福的东西，可能是有什么原因，所以她是一个夭折的小女孩。她说这个我不适合收藏，她就说她可以帮我处理，对，所以我就把那东西留在那边。从此之后，我对于交换礼物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可怕。可是这个太恐怖了吧？对啊，白人会有心机很重哎，他怎么会这样啊？自己不要的，对，哦，自己不敢要拿，因为是新朋友。你下次去泰国弄一些鬼娃鬼牌带去。对，再加一次，看你要几个，我都给你。一直举办交换，连刚哥的表情。我们只交换恶魔的来，一直给哦。来，觉得这个故事比较恐怖，请亮灯，1、2、3。哎呦，来换位置。瘫痪的右半边。很多年前我去南部，有一部戏去南部出外景。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渔村，我也就开过去了。开过去以后，蛮晚到的。到了以后，副导演说：“你先休息一下，待会有的时候再叫你。”那我讲：“不要在现场待太近，也休息不了。”那开车就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找一找，就看到一条小路啊，蛮茂密的那个树木，还蛮幽静的。我就这个地方好，然后我就慢慢往里开，越开那个。路就开始有点颠簸，越来颠簸越厉害，我就觉得我车的底盘好像被快要被敲坏那种咚咚咚的，然后终于找到一块平地了，那算都已经来了，就干脆就休息吧，就把车熄火，然后窗打开一点点，我们可能开了太久了，又觉得很快就睡着了，睡着睡着就突然发觉怎么这么冷啊，然后。但是呢，因为太累了，又不想睁着眼，所以变成就也没有去伸手去开电门，把那个窗户再关起来，就这样继续睡。然后我电话响了，说到你了这样子，那我赶快准备要去拍了。但是发觉奇怪，我的右边这整边都是麻麻的，然后我就自己捏了捏，还好像是还是有一些感觉的。就是很麻很麻，那我就算了，就因为也急着要拍戏，就开车就去到现场，还是有麻的感觉，但是勉强把戏拍完了。拍完以后，接着两天的戏，我都感觉我不像以前那样子体力很好啊，或者就是一直觉得很累很累。到了杀青那一天，然后是日戏，然后就拍了，拍完了以后就准备说啊，我回台北了，就开车回去了。开着以后呢，我发觉我的车子又回到我那天休息的地方，而且那条路也不宽，那我没法掉头，那继续开往里开，找个地方掉头好。往里一开，发觉不对啊，里边是墓园，就很多很多。再往里边，我睡觉的那个地方，再往里面走就是很多很多墓园在那边，啊，
对不起对不起，我走错路了，打扰了，然后就保持镇定这样子往回开，找来找去终于找到回台北的那个指示牌，然后就开车上高速公路上去，以后情况就是越来越累，那开不下去了，我就不想听音乐，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朋友说，哎，你有没有空？他说干嘛？我说我现在在开车子，你能不能跟我聊聊天？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东聊西聊，东聊西聊，但是我还是很累，只要是稍微不留神就会想这样睡。然后我朋友那边说，哎，你旁边是谁啊？是不是有人在唱歌？我说我没有唱歌，没人唱歌，我听音乐会更加睡得快。然后他说不对，我一个有一个女生要跟我唱歌给我那个朋友听。我当场就觉得是吗？但是后来发觉就是说，自从我问了他以后，我就觉得我开始右边又开始发麻了，因为他发麻，但是我用左手开，但是重点来的时候，我的右脚踩油门那个脚也开始麻了，那我就开始恐惧了，说这高速公路万一我那只脚不能听使唤的话，那不是要撞车了？那我就说我不跟你聊了，不跟你聊，我要去下交流道休息一下。那我就撑着到交流道下边去，都突然就毛骨悚然，说刚才是不是碰到什么东西了？左想右想，想到一个很熟的师傅，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现在人不舒服，就是很麻，然后感觉我刚才碰到一些东西。那师傅说没关系，你是不是有去过墓园之类的地方？他说我说我对，我说刚才就从那边离开的。感觉我刚才碰到一些东西。那师傅说你是不是有去过墓园之类的地方？他说我说我对，我说刚才就从那边离开的。然后师傅就开始一直打嗝，嘴巴里说了很多，说但我听不懂，但我又不敢问，就等他一直打嗝完了以后，他说我告诉你现在不是很危险，但是呢车上是有一个女鬼，她在你车上，但是你不要怕，你没有危险。给你，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我一些咒语你念着，然后回来台北我再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一直开车，一直念着师傅给我的那个咒语，也终于到了台北，直接就赶去那个师傅那个庙了。那师傅已经在那边等我了，他的神坛啊都摆得很好了。然后他说你来这个神坛上跪在前面。我说跪在那边。他说你看到些什么？我说我看到红色的，我的眼睛前面就是一片红色，任何东西都是红色的。他说对，就是那个女鬼现在正在你面前看着你这样子。我也没得罪他，为什么他要跟着我？师傅说你做过些什么？我说我没有做过，我就记得我那天开车就在那个，因为是晚上嘛，现在看不到，我就一直开，有颠簸的东西，也有一些好像有一个东西敲到我车底盘上，轰一声，我也没在意啊。然后就找到一块平地，我就把车停好了，我就睡觉了。他说那个是一个墓园的边缘，就通常是那个整齐的都是人家有计划有安排好的那个墓园，那最边的那些位置呢，可能是因为临时啊，或者是一些不受尊重的人走了以后就随便放在那边。他说你的车是停在一块平的地上是没错，但是呢刚好下边就是一个人家那个女鬼住的地方，你停了上去，然后她上来去叫你，把你身体弄麻的意思是叫你走，但是你还没有走，还是说自己说那个是不是刚才睡觉麻了，所以他是非常生气的。他本来就已经不受尊重，住在那个下边被人冷落，然后你又拿那个车子压在他的上边，所以他是非常生气。于是呢他就跟着你一直，这几天呢那几天他就一直都跟着你，让你很疲倦，就一直要想讨回一个
公道了。那说我说我师傅，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说没关系，你就在神坛面前，你把你整个过程说一次，跟他道个歉这样。那我说对不起啊，因为我那天是天黑，所以呢开车就也看不清楚那块地是你住的地方，所以我也停了上去，那我也没有收到你的那个讯号，所以呢就没在意，说希望你原谅。然后师傅说再打了几次嗝以后，他说他答应了，他走了。所以之后就很奇怪，就是再也不会麻，也不会说无缘无故的疲劳，这样子就是这样。所以你的恐龙一下是撞到人家木，对，那么它很低，可能那个木敲到我跨过，应该是跨过啊，碾过，咚一下，那敲到底盘嘛。你这个经验出去讲，没无人能敌，太恐怖了。来，觉得故事比较恐怖，请亮灯，一二三。嘿嘿嘿，来，今天送你新东西。今天不得了，我跟你讲，今天有装电池，这么炫，是吗？快门喷射泡泡，哎呦，好梦幻，真的，就是下次要停车之前先喷一喷，先喷一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好，记得我们常常提醒大家多做善事，好，不要有那种坏心眼，坏心眼会有报应。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